您现在收看的是一场重量级的排位赛，现在的两方是马木卡齐大瑞和顺风。马木卡一上来，哇，前摆打中，击倒了。哇，这边也连续的砸击，看看顺风能不能挺过来。要把哇下意识的抱摔，啊，是拯救了他。哇，刚才这一拳差一点点就终结了。对，这个摔跤手天生的或者说是下意识的没错，帮助了他拯救了这一回合。马木卡齐大瑞要做十字过，但这个手没有抓住。三角脚，但是胯有点太低了，对，直接过腿了。昂卡齐达瑞依然在下位。哇，刚才的这一拳太惊险了，是跑不出来。地面砸拳，美食解锁，对，想要强做，我们看，对，想要把对手手推开，实际上可以尝试推对手这左侧的那条手臂，把这个手臂推到自己的身下，很能。找到一个更好的一个进攻的空间，哎，拍了，还是做到了，强做的美食解锁，没错，哇，肩膀伤了，好，我们看到顺风，非常强势的一次回归，顺风